在這裡再跟大家介紹另一個重複的例子，也都裡面包含與大相關。在約翰福音19章28節和30節，這事以後，耶穌知道一切都已經完成了，為了讓聖經得以成全，就說：我渴了。30節，耶穌嘗了那酸酒，說：完成了，就低下頭，把靈交出來。在約翰福音原文，完成了這個字只是出現過兩次，在19章28節那裡說就叫聖經得以成全。這個翻譯不是平時所用的應驗那個字，因為作者在使用的成全的字和前面這個就成就了那個字是同一個源頭，所以新的譯本就能夠清楚地將兩個字的關係表達出來。透過以上的例子，希望可以簡單的介紹環球新譯本的特點，能夠更清楚地將經文意思傳遞給讀者。當我自己閱讀這個新的譯本的時候，心裏面十分的高興，既然能夠更清楚地表達經文的意思，甚至將經文的神韻也都能夠清楚地表達出來。我在這裡誠意地推薦大家去閱讀新的譯本，從當中得著幫助，得著造就。